镜头给到了王少杰，王少杰96年出生的球员，在北京大学度过了4年之后呢，也是带着自己的天赋来到了 CBA 的赛场。老马今天也是非常的这个看重啊，把他放到首发阵容当中来，也是希望这个年轻人呢第一场球能够找到非常好的一个自信心，就已经站到对面45度了，这个时候明显的就是一个要打双掩护的一个战术，这球应该是挂给投手许梦君的，对，但是这个掩护质量啊，也是因为刚开场我们看到王少杰拿到了自己生涯的第一分，也是北京紫金勇士本赛季的第一分。好球，王少杰，王少杰这段时间的命中率是急剧下滑，这是不是第一次命中啊？这是个牛角战术，好球，王少杰，这球好球，来自福格，这次找到了挡拆顺下的王少杰。这边犯规数好像官方给出了修正啊，这边给到李木豪是3次犯规。王少杰，哎呦，今天真的是可以啊，得分上双，王少杰之前都是吃饼啊，这个球也是展现了自己多年夏天都是去到美国磨练技术的王少杰，翻身的跳投也打进。王少杰面对顾全，同样的位置没有投中篮板球，这球落在了王少杰手上，反手再打进，这就是运气，今天也站在了王少杰。